现在8点了，准备吃饭了，有20几桌吧，还没开始上正席，上了一点小菜。上了吗？早上吃大餐嘛，这样吃不会胖的。今天早上，来吃吧，吃了，吃了，吃了。吃妈妈，干干我干。我这个没做。还有干。你要来我干吗？吃吧，我吃。配上一个星期没有那个谢谢我吃不够我吃过你啥了没听见我的两天妈妈呢你妈的好吃好不好吃好吃吧大清早的，这个中国最丰盛的早餐。兄弟，我们的，慢点哦。我们的哈。来，挪下挪下，我往中间挪。对。菠萝米饭好吃啊。哦，对。长的嘛。你俩跟着一起，我们这个手机，好多啊，这菜有点多，已经冲起来了啊。这个早餐是不是很丰富？在中国像这么丰富的早餐估计很难见，太多了，你看20几个菜还没上完。来，这个包了。视频明星的网络的改造老公这个吃起来很过瘾啊，一口咬下去满嘴的厨房里面没了吗？没得差不多了呀。走了，吃完回家了。这个菜有点多，今天有21个菜，还剩了这么多，都已经吃饱了。这个差不多。咱们菜场买好了，买的直接买他的菜去。那个是那个颜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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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颜色